好多人在吃，它外面也是很漂亮，它弄得好漂亮，它整个外面好多人排队哦，外面也有的坐，好多人。First of all, you have to line up outside the shop, and they will take your name. And when there's a table available, they will call your name and give you the table, and then you line up and order. 这样，那么 noodles you want, you select the noodles, and then they have this large one pork noodle, gan lao for 14. 这个是一个小吃，一份是5.5块。这个是酸的，这个是甜的，这个是有一个 lemon grass， 也是挺 standard 的，是 quite interesting。Yeah. Is that the before? Yeah. 它有一点点。有沙果呢？ Yeah， 那就是沙果，我觉得是沙果掺粉，然后有可能有一点香菜，然后他们就做一个 spring roll。With the 腐竹皮，然后就拿来蒸 ，then all the what was sticking together， 那个粉会把它粘起来，然后他们就切一片片就炸。这个没有这么，那个。Hello，Curry。干捞河粉跟这个是14块，所以大块的猪肉，这个猪肝，这个是肉饼，这个猪肠是它是一它已经塞进去了，猪肠塞猪肠一层一层的。还有猪肉丸，但是有好多猪油，这两东西，好多猪油渣，这个也是看起来是好油是吗？这种，就其实 this curry 它有14块，好多大牛一半的奖励。是叫河粉鱼粉，这个辣椒，对，放了这个辣椒也好做一些，三粒辣椒。看起来是很轻，它有那个什么菜在里面，那个冬菜，很多冬菜在里面，也有很重的猪油味，是这个拉沙汤，它的辣椒。好多黑黑的一粒粒的东西，所以就有点粗，后来就有点粗。这我吃一下可以，它的汤很甜，很有那个椰子的味道，还有它的三包酱，它的是有一点的沙爹的味道。那个烧烤的味道 ，smoky。有三粒大虾子，价格很脆，很脆，很脆。鱼蛋，
你也只是可以买一碗鱼蛋，他们说是手工打的，但是我以为white curry会有white curry的料，就是那个猪血，那个鱿鱼，不是这种料，好油啊油，太油了这个。 这个真的好油好油，整口的是油，其实这个，闻到那个什么味都已经很大很难，有点难吃这个。那个不喜欢吃猪油的不要叫这个干捞，太多猪油了。然后它还是可以的，它的料也是。如果喜欢吃辣沙的人。 要辣的就要 order 那时候叫他加多一点sambal，因为他现在这个辣沙是有很清的、很甜清的那个什么味道，那个 coconut 的味道，但是它的辣味不走不出来，没有走出来，所以你需要跟他说要加那个咖喱嘛。 一个很热的天气，你想在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吃一个很传统的食物，你可以来这边吃一下。